老派来了哈，录一下，录一下。你骑一骑嘛，长那么帅。骑，哇！好嘞，主持人问一下，你是哪一组？哦，泰雅族。哦，泰雅族哈，那旁边这个帅哥呢？不要害羞了，害羞什么？我不是。对嘞。嗯，那很多泰雅族的朋友是吧？混血。混越南。越南加闽南吗？还是客家？越南混的。那你是爸妈都泰雅族吗？对啊。哦，你就有耳环了。对，打没多久。那我先问一下，你那个身上，你先那个袖子可以拉一下吗？是这个吗？这多少钱？那就看每个店家都不一样。全部加起来目前多少钱？3-4万吧。对啊。那是什么土？我看一下，那什么土？哦，对，鬼头吗？对对对对。哦，对啊。有没有刺泰雅风格的鬼头？没有呢。下面是什么？哦，没有，这个刺会掉。同学刺的吗？对啊。国中、国小。这个比较帅。招财猫跟那个不倒翁啊。对啊。哎呦，你懂啊。懂啊。那个奶头那边是什么？一样不懂。哦。对啊。后面要吃大背，那个什么叫什么？你知道背吗？背那个叫什么？大背。大背哦。有想法了。嗯。对。那你有没有在学泰雅语？不太会，那泰雅族都在大溪就上课这样。然后我身上这两个字会被念，你知道五大师比比吗？会吗？会。五大师是什么？啊？五大师是什么？七官。就是超屌的意思哈。啊，这超猛，超猛。比比是什么？超猛。不是超狠。超狠。比比是牛。比比是牛逼。牛逼啊！懂意思哈？超屌跟牛逼，阴阳太极的意思哈。帅。那个，泰乌来的乌达斯怎么念？知不知道？念一次杜嘎。杜嘎。有。宜兰四季有没有听过？有。他们的乌达斯怎么念？我不太会呢。叫李令。李令啊。最后一个我还知道那个苗栗的乌达斯。苗栗的。五季。五季。五季。哥一季。五季。对对，五季。我没有乱教，这是他们叫武艺哈。了解。哦，那个泰雅族的，你几岁？16，我今年要17，这个月。在学吗？对啊。在学啊。对啊，没有，我在上班了。后面那边学。那健康教育可以，有国中有学过吗？哈。有。那安全性行为，泰雅族的性行为怎么讲？不要一直偷笑哈。不太会嘞，直接打炮。没有，不太常上课。哦，那个泰雅族的安全性行为的性行为叫 Maju。啊，没救！怎么不会？这会。还有另外一个叫什么？的什么？的谬。啊，对对对，看我背后的字有没有看到？有看到吗？有，后面有。魔鸠跟的谬啊，头发挡到的。有。好，那个你是在学吗？没有，我已经没有读书了。为什么？在上班。为什么休学？不喜欢读书。对啊。那个爸妈都泰雅族吗？对啊，不要问那么多了，这不重点了。你不是叫我问，不要问太多。那个会不会想把泰雅语学好？想啊，一定想啊，只是学不会哟。用手机录啊，先从那个教训人的话开始问。有些太难了。啊对，有没有人刺过我身上这五个字在身上？我还没看过有人刺青刺五大十比比。还没看过，没那么。帮我找第一个，看谁很敢啊。这个是泰雅文化啊，不是我的文化啊。我是纹身呢，卢纹身呢？没有。我先看一下纹身好不好？我身上没有，没看到。我的衣服就是了，好不好？啊，那个什么，你是他的堂哥还是表哥？是不是？我是他大哥，亲哥哥吗？没有了，女朋友的哥哥。哦，女朋友的哥哥。亚麦。都是罗浮的吗？对啊，都是罗浮的啊。没有你的那个。不是，我是说有没有人刺我这五个字当工作室名字？当那个什么刺青？在等你没？不知道。你看有的不是刺关公，刺孙悟空，在等你啊。那也可以刺五大师比比啊。在等你的话哦。先给你一个灵感哈。哎。你可以刺五大师比比，或刺那个。会比较有艺术。这个是。要点灵感。泰雅祖灵的字不是我的字哈。对呀。哦，那个你们昨天。喝到现在哦。对啊。等一下去上班吗？还是已经休息？休息。
哦，继续喝。有那么喝什么？啊，啤酒，玻璃的。八二还是台啤？金牌。啊，金牌。对。有没有喝到吐过吗？吐了继续喝。嗯，对、啊。那几岁就会抽烟喝酒是槟榔？国中吧。国中而已吗？对呀、啊。很多是国小呢。国小太猛了。国中哦。哦，对，我国中啊。啊？我国中就开始。国一吗？国二。国二，谁教你？谁教你的？自己学。自己跟同学一起。好奇。你第一次喝的酒是什么酒？也是金牌。哦，金牌。宝丽达金牌，对。香烟是国小的吗？没有，国中嘞，也是国中。哦。对。所以你下一个路程要去哪里？不一定，不一定。好了，可以结束。哦，那个会不会 B-box？ 不会呢，或是太难了，或是唱一小段歌，一小段就好。我唱歌不好听呢。哦，那个歌。那下次帮我介绍那个雅各有带手来拍他们的母语哈。好的，好。哦，那最后句谢谢怎么讲台湾话？门吼什么？门吼什么？谢谢的话就是 V 啊。过来。那怎么讲了？谢谢怎么讲了？那个怎么讲了？就比比，坏叔啊，坏对，蛮坏叔，坏叔啊，马来，啊马来，好，那个，好，最后一段，最后一段，最后一段，弄掉，那个什么，雅弟现在几岁？有带？确定的，那有没有泰雅族的名字？我叫吴大师，没有呢，没有，对啊，贵姓就好了，王哈，姓王，那多介绍亲戚给我拍点母语哈，好。那先拍这边哦。谢谢。哎、欸，你牙齿很白，是没有吃槟榔？对、啊，没有吃槟榔。只有抽烟跟喝酒。对。哦。对，只有吸毒而已。有吗？没有啦，开玩笑。因为乌来之前有国小上新闻哦。哦。乌来。好了，刚刚下来吃肉。乌来的中志。哎。中志党变。吃肉。生气，他们上次。下来吃一口。